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又嚟到呢个协恩嘅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条啦 ，HKCEE 2003年嘅 Paper Two 第54条嘅 MC 啦。好啦，嗱，事不宜迟啦，咁啊，先望一望嚟题目先啦。咁佢就话啦，有个 circle 啊，叫做 x 减4嘅二次加 y 二次等于36啦，就 intercept the positive x axis and positive y axis 啦，就 at A B 两点 respectively 分别地啦，佢就叫你翻 A B。嗱，老老实实啦，如果你俾我做咧。我自己都發現到呢個就係呢個叫做 center radius form 嚟嘅，咁其實不如我 mark 好啲俾你睇啦。嗱，我當鉛筆肯係算粗啦，咁所以其實喺呢度咧，嗱你 x 減四啦，成嚿嘢嘅二次，就再加 y， 好啦冇嘢嘅，咁啊減零咯，成嚿嘢二次係咪真係 y 二次啊？減零真係唔使減啊嘛，就等於咩啊？36咁靚嘅6636啊嘛，係咪就係六嘅二次？嗱，從中你咪會睇到啦，係咪啊？呢兩點咪 center 咯 ，x 減 h 啊嘛。h 嘅二次再加 y 减 k 嘅二次 ，hk 咪就系40咯。咁所以其实咧个 centre 咧，从中你喺个 centre radius form 度睇到咧就系40，得唔得啊？好啦，咁而个 radius 咧就系等于 r 二次啊嘛，个 r 咪就系六咯，六二次咯，系嘛？咁所以个 radius 就系六嚟嘅。咁从中其实你调好晒位咧，你就睇到噶啦。嗱，呢个我当算错咁放喺度俾你啦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嗱，而事实上啦，如果你俾我做咧，我真系画图嘅。咁当日咧，我就会画一幅咁嘅图喺度噶啦。咁啊，我自己会咁样画啦。咁啊，呢个系 y axis 啦。咁而呢個就係 x axis 啦。嗱，咁佢而家就話個 centre 係40啦，咁所以40在哪裏咧？你咪當目測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嘛？7、8畫多啲啦，咁啊1、2、3啦，咁1、2、3、4係屎鬼蛋啦！嗱，咁所以其實個 centre 就喺40啦，咁1、2、3、4褪過去40，應該就似係喺呢點啦，呢點就係40咯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咁而個佢就話有個 circle 啦，就咁樣轉有個同個 positive x axis 同 y axis 去 intercept at A B 兩點嘅，咁所以其實即係或者我咁樣講啦，而家個 radius 係六喎，咁所以其實係咪即係喺呢度順褪1、2、3、4、5、6就喺呢度啊？咁所以其實呢點如無意外咧，頭先啦數錯嘢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係應該喺呢度，係啦，咁呢個拆翻佢啊，係啦，數多咗格，係啦，咁如無意外咧。應該個 circle 咧就會掂到呢點嘅，呢點就係負二啦，係咪？咁順帶數啦，1、2、3、4唔夠位啦，第5、第6啦，咁所以呢個位咧應該都會 cut 到呢點嘅。咁所以其實喺呢度咧，即係換言之啦，個 circle 啊，我大致上咁樣畫啫，好唔好啊？咁理論上我覺得就似係咁嘅款咯。盡量畫完啦，我都想嘅 ，OK。但係你知啦，我都畫得樣衰噶啦，唔好介意啊。咁所以其實即係換言之，呢個咧就係佢所謂嘅 x 減四成嚿嘢二次啦，即係呢個，就再加 y 二次等於36，呢個就係個 circle equation 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咁跟住之後我佢話會喺個 positive x axis 呢度啦，就係呢點就叫做 A。咁呢點叫 A 啦，咁另外仲有個 positive y axis 呢點叫做 B 啊嘛，咁所以呢點咪就叫 B 咯，係嘛？好啦，咁而事實上咧，你數都數到嘅，褪過嚟四五一二三四五六加多六格咪即係10咯，係嘛？咁所以呢點咧就係10嚟嘅，係嘛？睇都睇到噶啦，咁跟住之後好啦，這個呢個咧 B 點啦，咁 B 點我真係唔知佢係幾多噶嘛，但我淨係知道一樣嘢啦 ，B 點應該就係褪冇褪左冇褪右，所以就係零啦，但個 y 就褪上去啦，我唔知褪咗幾多咪零 y 咯，咁點解陣間就想揾佢出嚟 ？OK 得唔得？嗱好啦，咁如果你俾我做咧，我當 long quick 咁寫啦，咁我就會首先寫翻條 equation 先啦，就係 x 減四二次加 y 二次等於36啦。咁執一次俾人睇啦，即係 x 減四嘅二次再加 y 減零，就成嚿嘢二次啦，就等於六嘅二次。嗱，呢個咪就係 center radius form 咯，係嘛？無形中啦，咁即係好明顯啦，你就可以話到俾人聽 clearly
明顯地啦，咁嗰個嘅 center 就係40嚟嘅，係嘛？頭先我都講過啦。好啦，就 n 啦，仲有嗰個 radius is 6啦，係嘛？頭先我都講過啦，係嘛？咁所以換言之啦，我哋得出有個結論啦。換言之啦，其實你咁樣褪啫嘛，40係咪褪多6格？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即係加夠係10格咯，所以10咯。所以換言之咧，其實個 A 點咧，好明顯就係10嚟嘅，數都數到嘅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問題就係個 B 點啦。咁而家個 B 點咧，咁不如我就叫呢條 equation 做星星咧，好嘛？嗱，咁我就話俾人聽，我而家今次濕嗰個 B 點。叫做零 y 啦，好明顯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就 into 呢個嘅星星，即係濕翻落去個方程裏邊啊，個 circle equation 裏邊啊。咁即係換言之啦 ，x 係零啦，係嘛？再減四啦，就成嚿嘢嘅二次啦，再加 y 嘅二次，就會係等於36。嗱，好明顯啦，咁啊，即係執佢啦，負四嘅二次啦，零減負四啊嘛，即係負四嘅二次啦，就係44、16啦，負負一正啦，16減過去，36減16即係20，咁所以剩翻落嚟嘅 y 二次等於20啦。咁最後啦，咁將個二次調過隔離變正負開方根啦，咁即係個 y 啊等於正負開方20啦，嗱唔好忘記個開方20仲可以拆散佢啦，4×5啊變20啦，頂冇分開帶啦，開方根，咁所以其實即係換言之啦，個 y 係等於乜嘢咧？冇嘅，就係2開方5啦，就我話個 y 等於負2開方5，嗱冇好明顯咧，因為個 y 頭先都講過啦，褪上去噶嘛，就係、是、個 positive y-axis 嚟噶嘛，所以一定係正嘅，就唔會係負，唔會係下邊，得唔得？你計就計咗下邊啦，而家呢一個，咁所以其實你都可以 reject 啦，好放心地話俾人聽，咁所以換言之啦，我哋得出有個結論啦，個 B 點咧其實就係零同埋二開方根。5嚟嘅 ，OK 得唔得？嗱好啦，咁即系我更新个资料佢咯噃，即系零啦，二开方5啦，就系个 B 点 ，OK 得唔得？嗱，我 mark 咗喺度啦。咁今次唔好忘记啊，佢叫揾乜嘢啊？翻 AB 即系乜嘢咧？即系揾紧而家呢一个嘅绿色呢条线嘅长度，系啦，呢条虚线。好啦，咁綠色呢條虛線點樣揾呢？咁冇嘅，計埋佢囉。咁即係換言之啦，你有兩點啦嘛，頭尾兩點你都有啦嘛。咁咪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啦，兩點距離公式囉，係咪？所以啦，咁即係個 AB 就會等於乜嘢呢？冇嘅，就係、X2 減 X1 啦，不如我當好唔好？就係10減0啦。成嚿嘢嘅二次。就再加就 y 2減 y 1啦，就係零減二開方5，就成嚿嘢二次再開方根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喺裏面咧，如無意外你計數機又好，心算又好啦，前面就十嘅二次即係100啦，而後面就係20嚟嘅，成嚿嘢開方根。咁即係換言之，你計出嚟咧就會係開方根。120啦，咁而開方根120咧，其實你仲可以整靚佢嘅，4×30咪4×3=12咯，即係120咯，係嘛？咁所以4×30頂冇分開，但係前面就開方根4即係2啦，後邊剩翻個開方根30喺度，咁所以最後答案咧應該就係2開方30，咁即係正確答案我都見到佢啦，呼之欲出啦，就會係。B 嚟嘅 ，OK 得唔得？嗱好啦，咁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啦。嗱咁啊，我試圖褪翻上去成張紙俾你睇啦。OK 嗱好啦，咁如果冇嘅話咧，我哋今日就真係到呢度噶啦噃。OK 好，咁就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啦。希望下次有緣嘅話，我哋再見啦。拜拜。